大家好，我是老田，我现在是在麻阳西站，就是我们县城的高铁站，接田嫂跟两个女儿，他们三个今天是从我丈母娘家湖北那边回来哦，我也是今天刚刚从怀化回老家的，昨天晚上在怀化待了一个晚上，今天开光头强的车啊回来的，我回来以后呢，连家门都没有进，因为田嫂回娘家的时候啊，把大门钥匙都带走了。田嫂锯子依依来了，没有啊，你这长高了吗？你啊长高了好多啊，姐姐你不喊我，哎，欢迎回家啊。哎呦，你过去了，人干嘛呢？我在这边等你，方便点，去那边走。妹妹长高了好多了，外婆养的。这边这边，现在我们在麻阳，但实际上我们本来今天是两点钟的时候啊，还在我们镇上湖北啊娘家那里。高铁快吧？嗯，我们租了个车去县城。我县城的时候是三点的车，到武汉，武汉的是五点多点的车，直接到这里了。现在晚上已经到麻阳了。我以为你们是从镇上直接坐高铁去。我开始买的是直接从镇上到武汉的，那买的他们中间只隔了十几分钟换乘时间，我怕不够，因为我没有这么短时间换乘过，所以呢。我又给退票了，又重新买了一个，只有在我们县城了，因为镇上就没买不到票了，已经没有票了，然后就只好买了县城这一趟。然后今天我们换乘的时候非常的凑巧，就只换了五分钟。那幸好那个时间那个，如果时间晚了得赶不上了，所以时间买票时间不隔着那么近，放的余量。没有，我今天换乘只用了五分钟，但是我今天换乘时间大概有50分钟。哦，你是换乘很快是吧？嗯。不要出站吗？不用啊。现在都已经到麻阳了，等一下再过个半个多小时我就到镇上家里了，准备睡觉了。快，这个真的快。本来我们之前想着如果再买不到票，干脆就像去的时候一样做个座位，一想现在想一下，你要是买个座位的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摇着呢，还在路上呢，妈妈还在熬。就是你对我来说做过最正确的选择了。对，哎呀热，依依真的是长高了好多，又变白了，这头发剪得这么短，想我吧？想。那一家人团聚了啊！什么叫一家人团聚了？怎么地？我们不会见吗？我说现在。哼，我真的是。你这话说的有点别扭呀。这依依这个说话真的是一套一套的啊！拿了一个特产来。我知道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那个酱头。好了，去洗澡吧啊。嗯，拜拜。哎，好热啊，家里。鸡蛋吃吧。我不吃。